而最后呢，是这个礼拜在凤山要进行的一个路面改善的一个工程。那时间呢，就是在9月11号和12号两天。那整体施作的时间呢，会比较长一点，是从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24点钟都会持续的进行。那改善的路段有哪些呢？有凤山区南京路的245巷，还有海洋二路的99巷，以及海洋二路的70巷。那最后呢，是老爷四街的部分。那为了要确保道路使用的寿命还有品质，如果呢遇到天候不佳呢，那将会顺延一天进行施工。而另外呢，如果气候或者是不可抗力造成的施工障碍呢，会随时的调整施工的工期。所以呢，提醒观众朋友要以现场施工的公告为主。